刚刚台湾同胞跳的这些舞蹈，就感觉给人一种很落落大方。这次非常荣幸能和来自台湾的朋友们一起参与这些传统体育活动，然后今天我们在一起训练，一起体验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传统体育项目活动的魅力，也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理。希望以后能够多一些交流活动，同心同行，互学互鉴。